再见。杰哥下雨这一切来了，身上疼啊，身上疼啊，疼把你吃这个馍就油饼，嗯，小吧，我咋还不爱吃油饼？吃个油饼和个茶，他我妈从小都是给我们这样缝缝补补过来的，很多零零后都应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吧。那我妈这又在淘，小时候我看见我妈淘这个就觉得好奇怪。妈你抓着啊，杰哥还给你画了个掌吗？哎呀，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这一画和照就是不一样的。嗯，好的，让你以后去画。